Hello， 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 欢迎回到频道。那今天呢，我们要在模拟市民室里来盖这间水星夜店 The Mercury Club。那为什么会把这间取名叫做水星呢？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啊，因为我盖的这次的房子呢，都是以蓝色、还有黑色、还有紫色为一个主要的颜色基调嘛，所以我感觉让我联想到宇宙。让我联想到水星，所以就帮他取了一个这样的名字了。我会突然想盖这间夜店的原因啊，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星梦起飞》系列里面的女主角叫做晨舞嘛，对，不是那个晨舞，是那个晨舞。她不是到达了两颗星的明星吗？所以现在呢，可以开始办粉丝的聚会、粉丝见面会。那我看了一下目前的太阳谷的地图当中，好像没有一个很适合办粉丝聚会的地方啊。所以我想说，要不然呢，我来盖一间夜店好了，感觉夜店应该还蛮适合办粉丝见面会的吧，应该吧，对啊，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地方原本是博物馆的这个地段全部打平了，把博物馆拆掉，然后现在呢，我们来盖我们这间夜店咯。这次我们盖的这个房子啊，我们就不玩地形，因为我们盖的是在市中心嘛，在市中心的闹区当中的一个一间夜店，所以感觉有那种山丘好像怪怪的，不是那么适合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没有玩地形了，就是纯粹的来盖房。那像我们的这个房子大厦格局已经盖好了，我要开始布置的门口。那我的门口入口处，我想要把盖的看起来比较华丽一点，有那种引人注目的感觉吧，经过时会多看几眼，想要进去这样。所以门口呢，我想要把它做一个稍微比较特别一点的设计，这个也是我突发奇想，突然间想说要不然来试试一下这样的感觉好了。所以我就在这个窗户里面呢放了一大堆的霓虹灯，然后放一大堆灯泡，然后呢等一下我将窗户隔起来，有一种隐隐透着光的感觉吧，可是不会说看起来太过抢戏这样，我觉得出来的效果我是还蛮喜欢的，觉得还蛮新鲜。这间夜店呢，我用的颜色都是以黑色还有蓝色，然后加一点点紫色吧，没有加太多，这样的一个色调去搭配。那门口地方呢，我放了一棵植物，对，就一棵而已。之后呢，我还放一些小的地上植物啦，可是树木呢只有这么一棵。因为我感觉呢，这种市中心的这种club 啊，这种夜店，它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植物吧。所以说，虽然我个人自己非常喜欢植物跟窗户，可是这一次呢，整个房子里没有半个窗户，是的，全部里面都是密闭的空间啊。因为我感觉里面的灯光太亮的话，少一点亮的气氛吧，所以我希望里面灯光是非常的暗的，对，比较喜欢这种昏暗的感觉，有一种神秘的气氛。像我们开始来布置我们内部咯。那我们内部啊，因为我没有放窗户，我也还没有放灯，所以看起来稍微比较暗一点，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看得清楚。好，那我现在呢楼上这里做一个跳高。这个夜店本身是两层楼嘛，可是我大部分的区域呢我都把它挖空了，做一个跳高的设计。然后呢在门口处入口呢，我想做个隔间，有那种经过一个房间再进去的感觉吧，不会说一到门口就听到很吵杂的声音啊，这样子希望内外还稍微隔开一下。那在我们入口处呢，我放了这个泡泡机，觉得那个泡泡机还蛮适合这个地方的装潢了，因为它有那种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吗？我不知道。看到那个蓝色泡泡呢，也让我觉得蛮符合我这一次的水星那个主题。虽然说这个水星的主题是我盖完之后才想出来的，可是我盖的过程中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想盖出那种神秘，然后蓝色调的，带一点点的现代风格吗？可是又不会说太现代，这样融合一点科幻感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一个地方。现在盖的呢是我们的跳舞的地方，跳舞的地方我把它稍微的往下挖空，那上面做了一个舞台。那舞台上啊，我除了放 DJ 台之外呢，我还会放麦克风，还有钢琴，还有吉他，因为我希望这地方可以是一个不只是能跳舞的地方，还可以表演吧，有那种舞台的一个功能，这样感觉不错啊。因为刚好这次的星梦资料片里不是可以上舞台表演增加名气吗？所以我想说呢，既然这地方我想要给我们晨舞办一个粉丝见面会，帮用个舞台好像蛮适合的，就来用一下。
那这个夜店的格局啊，右边是跳舞的地方嘛，那左边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喝东西的地方咯。那喝东西的地方呢，我做了一大堆的吊灯，很华丽的吊灯，还用那个围栏，会发光的那个围栏呢，做一点造型装饰，我觉得看起来有那种华丽感吧，就带有一点点的科技风格，一点点华丽感，融合一点现代风，融合一点科幻感。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个楼梯可以走上去，到楼上之后呢，我会弄个 VIP 的地方，好像 VIP 包厢这样的感觉。所以一楼是一般大众都可以去的地方，那二楼呢需要通过宝宝门才能走上去的。有了，我宝宝门再放下去了，虽然说有点暗，可是应该还是看得到吧。对，有点暗。左边这个区域我放了两个吧台，然后吧台我是用了这次的新资料片的吧台，这个吧台超好看的，上面会发光。然后吧台我放了两面，前后各一个，中间的墙上呢放了一些瓶子装饰瓶，就这样看起来呢有那种很丰富的感觉吧，各种饮料这样。好，那现在呢我回到我们的右边的舞池舞台区咯。舞池那里我放了麦克风，还有钢琴电子琴，然后放了吉他。然后在我们右边这里呢，我还放了一个电视，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看到，在我们楼梯旁边有个墙面，刚好空间放个电视。那我们就是布置我们的喝东西的地方，这里呢我放一些地毯，然后下面呢用一点不一样的地板装饰，稍微区隔一下。我原本呢想要在我们吧台的桌子这边放这个红色颈椎灯，可是后来我把它换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红色有一点格格不入啊。虽然说这个灯本身很好看，可是有点好像有点突兀的感觉，不是那么融入这个地方那个整体的色调跟景色，所以后来呢我把那个灯换掉了。对了，那个颈椎灯呢，有时候会有人问我是怎么拿到的，那个是如果有买模拟市民三的话，有买三代的话呢，之前如果输入序号，当你购买四代的时候呢，他给你这些颈椎灯。接着我们来放椅子咯，因为呢需要放一些餐椅还有椅子才可以完成这个场地的一些需求物件。那椅子跟桌子啊，我用了那个就是亮片桌子，原本我有想过用这个玻璃桌子我们现在看到的，可是后来我感觉这个玻璃桌子好像看起来有一点太浮动了，就是好像太轻了吧，我觉得无法带出这个地方的气势，所以后来我把那个透明的桌子都换掉了，都换成刚右边我们看到的黑色亮片的桌子。好，那下门口地方呢，入口处我把它隔起来咯，隔成这一个空间，所以进门之前呢有一个小的空间，然后再走进来有点内外区隔吧。然后现在呢我们的吧台的后方这里有个小的房间，这里我们要来干我们的厕所。那厕所呢我原本想隔成好多小间，后来觉得那样太挤了，反正小人用不到那么多间，所以后来就变成左右各一间咯，女生的稍微大一点。对，马桶呢我用了那个看起来有点诡异的免治马桶，因为我感觉那个马桶其实蛮有趣的，可以跟他讲话聊天嘛，可以跟他交朋友，可是我感觉平常呢我不太常用到啊，所以现在刚好机会再用一下咯。好，那楼上一样哦，我们从楼梯走上去之后，楼上是一个 VIP 区域嘛，那一样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厕所，他有自己专属的厕所，所以说如果要上厕所的话呢，不需要特地跑到楼下，比较有私人隐私，不会被大众骚扰。好，那我们走上来之后的走廊，这里我稍微布置一下，地板呢放一些地毯，因为楼上既然是 VIP 的地方，要看起来稍微比较奢华一点吧，会比楼下更加的高级一些，所以我放一些地毯，然后呢等一下会放一些装饰品。那接下来我们再做一点最后装饰，这个地方就差不多盖完了。最后呢外面我还会做一点造型的调整，可是不会说增加太多。然后这个地方呢楼上最左边这里我有放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呢是吧台区，楼上有个吧台，那吧台后面我用一些水族箱装饰，然后一样放一些吊灯，这样有一种一样吧，配合整体这种神秘蓝色调的氛围去布置它。不过我觉得可惜的是啊，游戏里如果说你的场地里有很多个吧台，它只会有个吧台 NPC 啊，其他吧台是没有调酒师，这个部分比较可惜一点。最后呢，这一次的水星夜店可以到游戏里的工坊搜寻我的 ID Catherine1019 追踪我就可以下载咯。那希望大家喜欢这部影片，如果喜欢的话呢，请帮忙按个赞，会给我很大的鼓励，还有不要忘记订阅哦。
你需要订阅的话呢，可以按订阅旁铃铛，就可以在我发布影片的时候收到通知。感谢收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